各位，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个是太古达人的三代，是原作老拍的。好，那这边有小游戏，那我今天先用演奏就好了。那因为这电真的是没多少了，所以我就拍几首就好，拍两首就好了。这首跟这首，那我都玩困难的。我之前我旧的 Win 啊都是没超，你们没有看过，超夸张。没差，因为我只是想把我。很难。好烂哦！再一次好了，我真的是超烂了，真的。我只是想把我的那个什么。哇，拍不下去了！我真的是很烂，我没有常玩这个啦，太久没打了。好啦，这首比较行，因为我只是想把我摄影机的电用完而已，超烂的，对不对？大概这首还 OK， 我就拍两首就好，两首比较可以。再拍一首比较新的，刚这一首真的是太烂死了。为什么又想拍那一首啊？拍这首比较好，这首还好，不会说太烂，因为我有拿到金王冠，有一次拿金王冠。不好意思，我刚刚打大机了，我看错了。
好啦，没有没有差啦。其实我只是今天只想把我的圣剑电脑化，然后把它消耗殆尽而已。因为这个圣剑只能把它消耗殆尽后才能拿来拍东西。应该说，如果你没有消耗殆尽就来拍的话，它会充不饱。就像我刚刚才拍了两部影片，它就没电，它就给我很框框了。好，玩一下，我就示范一下知道怎么玩。这边有几个游戏哦，就是这个打鳄鱼、南瓜车，好采蜂蜜，还有幽灵的，还有这个蛋糕对决，然后两个合力的，一个是宝藏，一个雷的。那我今天玩这个，好了，玩一局就好，玩简单就好了。那个操作你们自己就看了哦，我示范。先这样了。